有屯門街坊今早經過屯門市中心附近，見到有位年輕速遞員用手推車嚟推伯伯。照片可見，伯伯坐喺手推車上按住自己嘅腳。街坊上前詢問得知，原來伯伯喺路上跌倒，但伯伯趕住今日一定要去政府合署。速遞員哥哥就見義勇為，用手推車載佢去，自己再用單手拖住巨型膠籃。更遠距街坊幫忙，自己幫人幫到底。事件在网上吸引过7000人赞好，网民大赞真心型超级男神，亦呼吁公司不要怪责他擅离职守，一定要嘉奖他。